2020香港小姐竞选决赛日前圆满举行，冠军由海外大热佳丽苏格兰加香港混血儿谢嘉怡夺得。Lisa 同时获得最上镜小姐，成为双料冠军。25岁嘅佢而家冇拍拖。日前佢接受传媒访问嗰阵，就讲到佢嘅择偶条件，话男朋友唔需要靓仔，最紧要系比佢高，同埋有幽默感，沟通到就得啦，亦都唔限国籍。对于有指本地娱乐圈有唔少混血女艺人都因为广东话唔好而成为咗佢哋发展演艺事业嘅障碍， Lisa 就表示决定俾自己5年时间留喺香港发展，所以首要任务就系学好广东话。